酒浆，寂寞生旅一难。闻得你正来归，坐是我个杨秀清啊。相爷将佢蔓延书尖难，好似金石啊天啊嘛。我要见机而行，借以将他笑啊。哦，原来红不借你嘅。爷爷经已收下，只有相爷爷更加得势。点解呀？佢得势就救国家，嗰阵文武两班人，你话边个就唔惊怕？将来征服天下，做高官都冇乜黐牙。哦，相爷升将啊，升将啊！写错得先生来帮助，好比在苦肉无下，你宝贵万言书我亦经收下，实行依你一番，你要住在我官衙，你博学多才，唯要时时指导下吧。无双爷替阿伯向富贵荣华，我今厚赠你高官，望你暂时屈下。李相，我话你真风流又够文雅噃，你响街边写信就点有咁升啊？嫁到嚟就有大官做，可以大怕特怕，你乱子都无谓，将来怕你会丢家噃。你啲文人雅士，正所谓死正怕牙，治国安邦。
不日点够啲刀枪打啊？相爷啊，嗯，恐防嗰啲群僚不服，就好似一大盘沙。府中仲有许多有功嘅同僚，恐怕佢闻到你口哑哑咧。当将你来重用，请暂住在我府下，设宴在后堂与李先生你谈话。虽然我洒彩，我要等个机会来行事，城中破坏呀，他的爪牙
你坐一话，换你世不及富啊人啊，长的是月之离。相国用牙菜，只顾啊走的家财开气，红尽之忙话谋，既用的是贪恋而话。夜走啊，笑啊愁，滴进我脑，哦，伤我。来此啊！哦，我送茶俾你解渴啊嘛，我系相爷得宠嘅歌姬啊！有心咯。须知男女有别，而被啊艳遇，请你放下清茶。立即离开此地，先生是英雄志士，何幸得到风雨，赖鬼先生啫，所以人夜到来，无非也无君子。仰慕我咩？我系街边写信那老，是否叫啊我啊？我写家啊书，你咪讲得太易，你心咩嘢？到啊来，是否请我描龙手指？但何必咁小气？响处相马字，卖夜龙，我亦不咧受。Thank you.
情帝扮言之，就是相谈公事呀。第一救民于衰荒，第二帮国破孽危。不料你哋几人去全田过子，如果相爷将你重用，你是否为佢分钱？当然系啦。自古都皆有话云，是也为知己者知。我是一个家眷，虽则低微身世，亦知报国夫君啊。就好了，你是大上衣夫，应知良君发怒妻，言神斩主，责主义人心归顺，众望所归呀、我投效相爷，官属下正义。先生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先生想帮相爷来做事，虽知佢品性善差异，性暴凶狼，就是发脾气。若果一言不合，就瞒报危机。哇哇，这回我撞到你啊，男子就咁轻佻，女子就太冤气啊，孤男与共寡女，你哋举动太污卑，拉你哋见相爷，等你当堂受下罪啊。且慢，如云心清理直，奈我何缘？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，我何能拉得红妇女到此？去！人赃物冤，尚有何事？拉咗冤相爷，讲道理呀、就去啦！心清理正啊，同你辩论啦，而非呀、快啲行！
于名利呀两途，谁不处那心？奢望所谓大影红，都靠英谋有术，才得你的土风王。因此我让师爷空，虽是为极的恩神，为是未如我所望，自古道得到做皇帝，更重希望上天那堂，所以我预谋立时招贤，罗子一的官，一官好看啊。慢啊言呢书非常宝贵，帮助我见呢佛安呢佛啊。来了，你如此匆忙，究竟有何事干？对上爷望上啊，昨晚风霜都发觉有段风流案，就是你个贵宾李靖都太轻啊狂，因为红笔女歌姬送茶王啊，他就乘机挑逗在书房，今次就引蛇入屋拉鸡巷咯。李靖是个登徒子一个，其实借意混入府堂。我竟然压俾佢两个人，请阿双爷万两帮，只盼了得。出外老夫面子都无光啊，你立即带到他两人待我验查真的伤。问谁知你良心尽丧？相爷，我一撇丹心报效，并无勾引及不轨的行藏噃。红婚女周兰，你何以深夜入东厢？是否你不明罪状？相爷，因为我在三更时候
听见李先生高声大叫，他说颈渴喉干。红不女，我几时候嗌过喉干颈渴？你将我泥冤枉吗？仲话冇？仲话冇啊？冇就冇啦，有就有啦。咪好，阿李鼎如何高叫红不女？你要复述在当堂啊！好啊，讲啦。李先生去饮醉，住宿在书房，他大声叫我茶，我就立即往，谁知我入的态度就轻狂，竟是求艳公行入东厢，就话我两人不正啊！喂，我句嘢你也讲，的确系心也慌。男与寡女，又系夜静更夜寒。烈火干柴，难保佢行为正夜光啊！咦，牙烟到极，都怕冇夜清夜光。我问句。阿燕公啊，不夜相恋的形状啊，快些讲啊明讲白，直说无妨啊啊！好啦，咁我就将事情品上啊，嗰阵将近嘅天啊光。听见融融细雨咧，在书房，发觉佢两人相会傍啊！李靖行为卑鄙，红不女就失望咧。李靖仲大抛浪头对我讲咯。他说相爷都要靠他、啊、所以他自有这么空浪啊。哎呀呀，居然胆大又猖狂啊。啊，你无冤无仇来将人鬼捧啊！可知你问人下事各种品性，说话好咧，任妈说便咧迟，你快加言，直讲啊！相爷，岂有话明啊知？我话法相爷，你个得啊！
为了孤男与寡女，礼教就怎能防啊？红不女，你不妨照这讲。惩罚此后就防不胜防，府内咁多歌妓，用乜嘢就俾佢搞到就乌烟瘴噶。好啦，暂时收金在柴房，以缓忧民，升旨下方。知晓，圣上有旨降临，重灾厚。先押李整到后院柴房啊，求艳公与红不女暂时回避。路路快啲，咁就同返后堂咧。打开中门，下跪，玩玩彩。只此杨兄师兄，黑日回京进宫，相以国家大计，无谓怎意匆匆。神知道话，有此搞此，红场。收拾，然后准备一行装。
Bye.
人嚟吓你先生。乜话？相爷有此野心？真噶？唉，我嚟错咗咯。凌娇一直话正读书十年，徒添愁将自哀念，娇话知否争命文章重孤贱啊，黄金之作买花田，只有李正怀才谋自贱，万元书上等若姚美耶克怜。但是大地茫茫，向何处奔头花谢，太丈夫宁可为家四海，不该与苦啊同眠，那日为国为民劳碌亦追随恩怨，我思生是这位这是敢马激叫花兴，你来为天，若我出的头有一日愿定啊良缘，我生你困太荒，唉，不知如何决定。唉，阿红番女呀，红番女，你还敢到此留言呢？你知否相爷都早已回家，找你出堂见面啊。咁你又嚟做乜嘢啊？求艳公，相爷找我有何事件呢？总之相爷揾你就有条好路数，你遮你就快啲翻去，我都不便明言啦。好，咁我立即去见相爷啦。你翻去先啦。侯艳公，你到来见我，无非又想凌辱阿多娟啊？你的绝不低头，随便你一刀啊两断。你咪会错意啊！英雄所见，心照不宣啊！我求艳公虽真系一只母牛啫，亦知道敬重啊，的你系英儿。你知就好啦。往日我志在你离开，只有出言不见啊！今日我到嚟见你，都系想放你出生天啊！真假噶？系，一你马上出城，投向长安客栈啊！等我打开你枷锁，你莫再也留恋。好条。多蒙之道，感激万千啊！但系红不歌姬去见相爷，就唔知点。相爷要收红番女为姬妾，所以我未敢啊明言啊。何恩
机红颜，遭受奸雄我听。你先行逃走，我负责救出打你为善君呢。等阵，等阵，多言，多言，好好好。李靖多蒙来指点，他先再回复军情，拜别茫茫茫茫去也。爆啊总，我都要筹谋善法，做一出千里嘢费事咧。Thank you.
一个我一个知呀人，兼且中亚字得两情，成都女子不得个知，亡国家。又有啲铁打软，咁咩？我认咗你做我个徒弟，我就去到近城门嗰处就嚟摆档卖武。你一有机会一就可以出城啦嘛，咁咪易咯。我唔少噶噃。哎呀，总之随机应变，我话嗰样你就跟住我咪话嗰样咪得咯。好啦，咁啊博下彩喺啦。嗱，你要定啲嚟话啊，你跟住我嚟。
近黄昏，仍要小心查问差事。徒弟，你摆开个档口就讲几句嘢先啦，好啦。我哋师傅吩咐啊，对各位讲句啊严问，各位叔父仁兄，想睇嘢就等一阵啦、啊。我师傅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皆一能。咁上面到嚟，一定有铁打院竞争啊！我哋你万打锣，打锣打得锣多就锣炒耳，炒耳啊！打得更多就野又唱，又唱。我哋卖啲铁打院，铁打院啊！唔系卖假药噃，卖假药。我哋某华丽专呃人，专呃人嘅。喂，唔系啊，老。你徒弟话卖假药，点解又话专呃人？的确系出奇，你分明揾老衬啊！大老爷原谅。我个徒弟当初时问，呢嗱我哋啲冤能啲铁蛋刀伤，包冇揾份咧。喂，咁风湿得唔得噶？仲拿手添。嘿，啱啦，同我医下只手先啦。得，嗱，我同你捉下药先，等等就叫我个徒弟翻去煲定啲药，听朝早就摊冻拎嚟俾你饮。硬啲就冒树噶啦喎！咁啊好啦，喂，几多钱啊？哎呀，钱唔钱就有乜嘢问题啊？送俾你使又点话啫？我哋自在都系串招派噶嘛！阿兔仔，你即刻我翻去煲定啲药先啦！哦，好啦，嗱，咁我同你捽下药先咧，嚟。双爷刀，咦喂，双爷刀啊，哎，你回避下先，回避下先。免礼，收成官，来，今天可有女子出城？未有啊，相爷。还有开儿人灯出城。哦，啱啱有个卖药嘅胡须佬经过。哎呀，大老虎追出城外，拿他归案啊！你们不得为令啊！只怕风龙出海，披风啊关。
怎么言？请问仁兄贵名高姓啊？冇错，我姓吕，名叫不红。今晚系到此头店，个店主人介绍我揾你倾倾啫。哦，原来系吕仁兄，请坐，请坐。请问阿吕兄，你人夜敲门，有何教命啊？冇错，我亦系书生一介，所谓旅途寂寞。骚扰下仁兄啫，欢迎到极啦！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况且同是仙剑飘零啊！正好促膝谈心，相连同病啊！尊姓你呀、啊、仁啊兄，不用客气，说什么相连同啊定，你不受大气，大气晚成啊，小弟抗一你大书生也晓参
来女人兄识睇相嘅呗，咁我赠两句咯。你嘅命啊大，桃花花，必有飞龙骑马过，请恕我自招直。要直批评啊，唔怕直讲啊！你个心啊，上人点呢？点呢？点呢？不读红就破天啊，更助你嘅词。知景啊，咁好噶！但系你平下生，所谋都不他谁，因为你个相貌点啊？点样啊？都太过奇呀、啊！啊，真失礼人啦、啊！你还要两三年，东走西呀、啊、奔，你才可以。有求加应，咁都唔怕，好做个下盘兜咧。倘若有应啊痴，又点样？为君爱坐，终有日为烈。那公卿啊，是不是的李仁卿？怎样？你好自为之，先力红颜为下卿。这样啊，我的确有佳丽，貌美的又年轻啊。可惜心上人，我无能为救情啊！后门深似海，长恨好平平啊！我亦不怕交浅缘深，虽知我心上爱人比我更十分。苦命啊！唔使计，李仁兄何事咁伤心？请言明究竟啊！唉，我深深怀念有一位女娇英啊！哦，真系皇天不负啊！恨你多啊情，我人夜私奔，我系红拂女仙。哦，原来系你啊！我专心嚟试下你噶，唔怪得。哈哈，哈哈，哦，哈哈你咪怪我冲淡水，我亦唔系有心嚟扫兴嘅。咁、啊、你点会跟住我哋尾？快啲入嚟慢慢地倾啦。有件啊紧要事，去呀、啊、你哋说分明。追兵追到嚟，快些来逃命。
头奔，小心啊，行啊惊啊！风尘啊！红枣